安位于江苏省中北部，江淮平原东部，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，是苏北重要中心城市，南京都市圈紧密圈层城市，坐落于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点，县内有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国家卫生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、国家低碳试点城市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，与扬州等为淮扬菜的主要发源地，是江淮流域古文化发源地之一。淮安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，秦时至现，县内有著名的青莲港文化遗址、横氏漕运枢纽、盐运老冲，著有漕运总督府、江南河道总督府，历史上与苏州、杭州、扬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，有中国运河之都的美誉。